启动创建块命令，输入名称，选择对象，拾取基点，打开对象捕捉，对象捕捉模式为焦点，确定，捕捉焦点，确定，按矩形阵列方式插入块，输入命令，输入块名称，指定插入点，输入比例因子，指定旋转角度，输入行数三，输入列数二，输入行间距，输入列间距，启动创建块命令，选择六角螺栓，选择对象，确定，拾取基点，确定，单击试，绘制完成。